哇，今天天气太好了。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可能已经看过很多次我的录音室，但是呢，我最近终于有一点时间，所以我重新改了，整理了很多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朋友在那里，很想给大家看，一起下去吧 ，Yeah，Let's go。OK， 准备好了吗？好，欢迎。耶！有几个比较大的改变，看得出来了。对，就是这个大镜子啊，以前没有，以前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镜子，因为最近舞蹈练的比较多，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嘟嘟嘟。然后有时候在弹吉他或者是拉小提琴，就可以看我的姿势对不对，或者是 OK。这边比较好看，对，所以很需要。然后呢，很多人在问，Henry， 你的三角琴到底去哪里了？换成一个电子钢琴，因为我那边有一个，我找到一个我更喜欢、更爱的一个钢琴，但是很对不起我的三角琴钢琴，对不起，我会很想你。三角琴为什么换成电子呢？一个真正的一个三角琴钢琴只能出一个声音，比如说就是一个一般的三角琴钢琴，但是呢现在呢可以换成，或者是最大的改变，其实不是在这里，在旁边。哇，好想给大家看这个，我花了好多好多时间重新改了。啊，但是呢，哎呦，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好，欢迎 ，Let's go，Let's show。这个 curtain， 这个红色的 curtain， 其实不只是一个 curtain。准备好了吗？你在这里等。给你看，3、2、1。怎么样？很酷吧？过来。所以其实一个录音室啊，我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啊，很多线啊，可能有一些很看起来很乱的，所以我找到一个办法，我就把它们全部放到这里，而我的一些乐器啊，全部放到这里，这些线啊，都可以在这里，然后藏起来，然后把它这个 curtain 放下来，就没问题了。哎，这个昨天我没有整理好，对，所以这些呢，我都可以把它就放到这里就 OK 了。对，然后我的一些乐器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就这样。然后呢，啊，我们过去那边，我给你们看，我介绍。我的新的钢琴在那边，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哇，我把我的三角琴钢琴不是扔掉，我把它换掉，换成这个朋友，这个。这是我的新的爱人，这个钢琴叫一个 upright piano， 不是三角的。然后我把这个木板，我把它弄掉，因为这样的话那个声音就会很听得很清楚很清楚。要不要听一下？这个真的，我听到钢琴可能是最美的一个钢琴声音，你听一下哦。所以呢，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一边弹，我可以看到我在弹什么音。
的太厉害了，这个不是冰箱 ，It's not a refrigerator， 就是这次因为有很多新的亲爱的宝贝们，所以呢，要做什么呢？必须保护他们，所以我买了这个看起来像一个冰箱的一个东西，就是保护这些宝贝们。乐器，特别是用木头做的一些乐器，需要那个湿度很重要，所以呢。我现在的吉他乐器小提琴也放到这个里面，就是会保持那个湿度，现在是51%，要不要听一下？这个吉他声音好棒，我给你听一下哦。哎，你们可以听一下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吉他的声音，跟我讲哪一个吉他你们最喜欢？这是第一个吉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给你们一个提示，它的声音比较暗一点，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比较暗一点的，他感觉不太喜欢，走了。OK， 第二，这是 number two， 第三个，这个吉他呢，其实有点背景，其实是我的作品，这个本来是白色，全白的。然后我真的就一直把它这样，我用火用很多方法来把它 paint 从这个颜色，比如说这些黑的部分都是我自己来做的。这个吉他声音完全不一样，你们可以留言啊，刚刚一二三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声音 ？OK， 好，那个上面那个。这个是一个小的冰箱，其实我的宝贝们不只是乐器一些电的东西 microphone 很多，就相机也是，他们也需要保持那个温度，温度呢要很低很低，不能高。然后这一次呢给我看，过来看，这是一个 vintage 的一些 microphone， 就是好十几年好旧的一些 microphone， 这一次所以这些比较旧一点的那些麦克风都是需要保持很好，这些用这些录哇，声音会好美。所以呢，这些宝贝们呢都需要保护好。然后呢，写歌的时候那个感觉很需要。然后我很喜欢就是 city， 就是城市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那个城市那些灯啊，我就会很我的都会很放松。但是我觉得。然后我有考虑过要不要把一个什么海边啊或者是那些放到上面，但是呢海边会让我太放松，如果有一个大城市那种场面，我会放松，还会鼓励我，就是要你还是要努力，你还是要去努力去抓你的一些目标或者什么，所以我就考虑然后选了这个大城市。然后这个空间呢我就有了一个鼓的声音，然后也有这个，对，所以可能接下来出来的一些音乐可能会有很多很多这些你刚刚听到的这个钢琴、这个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声音。OK， 大家今天就先到这里啊，然后以后大家永远欢迎来到我的录音室。如果再有一些新朋友或是什么新改变啊，我一定会介绍给你们的。那我要快写歌，好，那我先写歌也期待我的新歌好不好 ？OK， 大家。